召开法说会，投资人相当关心到底有没有可能会释出取得苹果大尺寸新产品订单的消息。不过法人倒是先看淡了晨鸿第一季的营运，法人认为呢，苹果调整库存再加上缺乏新产品题材的加持，第一季衰退的幅度可能会接近20%左右。